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Fiona 小姐。Fiona 小姐，感谢你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。马上就要全国巡演了，请问你现在心情是什么样的呢？心情肯定是激动的，在这里我要谢谢一直支持我的粉丝们。那请问你觉得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？坚持不懈吧。人的一生总要经历许多的不完美，但不管遇到任何困难，我都不会放手。那在你的人生中，你觉得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呢？ Fiona 代表的是什么呢？ Fiona 代表的是别躲在某个角落独自的
这个还是小圣事。NBC 耶西，开玩笑的吧？不是南部城市，是某个地区，他们呢还是认清现状吧？这就是小城市的开玩笑的吧？他不是没有想过放弃，只是为了梦想，他愿意坚持。和我们一起并肩同行的伙伴，就走上了美丽的终点。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吧。
之前早已经足够，握拳头加加油，这一生可是
是真情没人能阻挡。回头望，多少荒凉晚上，曾对着冷冷月光放声唱。